我哋青年广场咧会有一个我要废青嘅活动嘅青年节目计划啦。咁废青喺呢一度咧解释咧就系一个我哋想要一班非常之有热诚、充满住热血沸腾嘅一班青年人咧，去帮我哋咧去做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，去参与我哋唔同嘅活动啦，用佢哋自己嘅能力啦，用佢哋自己嘅知识咧，去贡献翻佢哋成嘅社区，亦都透过佢哋自己个人嘅一啲经历咧，去影响翻佢哋身边嘅一啲年轻人嘅。各位青年朋友咧，由而家开始去到三月底咧，可以登入青年广场嘅网站 www.youthsquare.hk 咧，就可以将自己嘅专长啦，同埋兴趣，同埋你哋个人资料提交俾我哋。咁我哋收到你哋嘅资料之后咧，就会按你哋嗰个提供嘅资料同埋你哋嘅专长兴趣咧，优先配对到去到适合嘅活动里面咧。咁你哋就可以优先得到我哋参加活动嘅一啲资料，嚟紧咧可以成为我哋青年广场嘅一份子，同我哋一齐喺青年发展呢一方面咧，一齐努力，一齐成长嘅。我要快乐。